嘿，大家好，这里是视频大笨蛋，我们的节目专注于视频的前期拍摄以及后期剪辑制作的一些傻之水小技巧。今天又是一期 vlog。嘿，大家好，我是特里船长，老船长要开船了，大家坐好了吗？上次带我去巴兰山的唐朝同学又带我到了这眉山市的瓦屋山，是瓦屋山脚下的这个雅女湖。然后今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明天早上希望天气好了之后呢，我们继续登瓦屋山。这个小山板吗？小心小心。哪儿酸了现在？这两个家伙要离我而去了，再见。看那边就是瓦屋山，我明天就要挑战那座山，但现在由于是雾，所以说看不到顶上，顶上是平的。看这里有个哭船，看这里有一只50F1.1的 Comlan 镜头，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叫读 Comlan， 这个好像是国产的，然后是50F1.1 APS-C 画幅的，这个大光圈是不是很猛？然后我再把这个镜头呢装在 A6300 上，然后再用云鹤 Plus， 我们来试一下拍摄的效果。这是一个全手动镜头，买的时候在某宝上是800块钱，现在涨价了，平均价格是920，光圈都达到 F1.1 了，那这个价格还是非常诱人的。注意，这款镜头只能覆盖 APS-C 相场的无反相机，它提供的接口有索尼的 E 卡口、佳能 USM 系列的，然后还有松下奥巴的 M43 卡口。这款镜头体积非常小巧，第一次拿到手上还以为是那种 C 卡口的 CCTV 镜头，它整个镜头呢都是金属的，拿在手里非常有质感。它的光圈是无极的，所以说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我们调整光圈呢，画面的曝光能够平滑的过渡，而不会出现那种一卡一顿的效果。由于变焦环边缘是锯齿的，这样非常适合配合追焦器来拍摄视频。那以后的视频呢，再来和大家演示如何使用 Comlan 镜头配合追焦器来拍摄。OK，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画质。这么大的光圈，这么低的价格，你应该已经猜到画面的锐度会是什么情况了。当光圈全开的时候，边缘的锐度是非常低的。如果你只是用来拍人像的话，那还好，因为你把人像放中间，然后边缘反正也没什么内容了，那锐不锐也还好。但是如果你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风景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那就不太合适了。第二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只要是一逆光呢，边缘的紫边就会非常的严重，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避免逆光的情况。 OK， 最后，这么大的光圈拍摄夜景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对画质的要求不是那么严苛，而且你还没有一款大光圈的手动镜头的话，那么这款镜头还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当物体在运动的时候，然后又要跟踪物体，这个对焦是非常考验技术的。刚才我们是主角呢围绕着稳定器在转，现在呢是平行运动，相机和主角都是往一个方向运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追焦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不用跟焦器的话，全手动操作是比较困难的。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山沟，我们刚才在这里吃饭，然后这个老板呢看我们拿着相机，然后就想让我们来帮他们拍一下照，然后我们就可以试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F1.1 的镜头了。帮女掌柜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晚上的晚餐就免费啦。我们在这儿拍照，然后被围观了，看到没有？现在是早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外面的雾好像非常的大，全是雾。今天我们能拍摄到美景吗？哇，雾散去了，现在还有一点点的云，我们待会儿用无人机拍一下那种穿过云海的感觉。然后这里呢摆了一个延时摄影，效果应该会非常不错。这只狗太热情了，要是它的牙齿啃到镜片上，那就悲剧了。这个东西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怎么玩的？这样，哇，
OK， 我们现在停好了车，接下来就准备要上山了。对，往返车票是50块钱一张，我买了三张。没有，这里不能上去，闲人免进。虽然说今天的票是免费的，今天的景区我们没有给钱，只是给了那个车费，坐巴士上来。但是呢，那里那么好的风景，但是不能上去，是不是非常坑爹的？希望下一次景区修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坐索道到那个山顶上去。山顶是有一个很平的地方，非常的不错。好，现在我们只能够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了，非常遗憾。是它是持续动力宝还是只闪了一下？哎，飘了飘了飘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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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操！滚下去了！